开始。干嘛呢，玻璃城？你倒是动啊！我倒是动啊！我自己动呀！我自己动！不是，后背拧起来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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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彭昱畅，说实话，如果我要是你，我就躺在那儿不动，睡一会儿。他像陷入了沼泽地。哎呦，我好累。我跟你说，我强烈申请看一下大哥和何老师最后一分钟以内的回放。我根本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有人一直在踹你的头啊？我中间感觉像要上垫子的时候，我突然卡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中间，后来我发现是我大哥的两只脚。所以你是借了何老师的头更上了一层楼，你看，完全做到了踩在何老师的肩膀往上走。你踹我的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已经48岁了？48岁了。我根本看不到是你何老师，我根本还我以为是鹏鹏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俩都没上来啊？我的戏份应该就是停留在4号赛道。动不了，独立了，动不了，是不是？好难动啊！但是我大哥一马当先。我大哥，我真以为你在那跑呢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老快了。你知道，我本来以为我是第一个，结果我的余光看到一个什么玩意儿，不知道，嗖一下就过去了。嗖一下就过去了，嗖一下就过去了。